我开头录自己嘅 gameplay 同埋 hea 住做直播嘅时候，有时睇翻 replay 咧都唔系好知道系几时发生嘅，咁咧就想摆个时钟仔喺个 video 入边啦。咁我谂咁狗简单嘅功能 ，OBS 又出咗咁多年，唔系冇系嘛？咁我咪喺 source menu 度抄两下咯，抄下抄下，睇落又真系见唔到 menu 里面搵唔到，咁我知 OBS 咧就出名多 plugin 嘅。咁啲小学鸡功能实有人做过啦，使乜我 reinvent the feel 啊？咁作为一个 IT 狗，二话不说就梗系上 Google 揾啦。十几万个 result， 今次仲唔赢眼？第一个 result 仲要系2015年嘅实验啦，早知就用 I'm feeling lucky 悭翻个 click 添啊 ！click 开佢睇两下。喂，等等 ，OBS classic plugins。OK， 疏疏疏，我知个 search term 里面加翻个 studio 咯，我错咯。喂，唔对路喎，都系啲狗屎垃圾嚟嘅，再改下个 search term 先 ，timestamp 啦 ，view time 啦 ，clock 啦，唔要 plug in 啦，乜乜七七啦。喂 ，count down 同 count up 就揾到大把，我知啲 post streamer 揾食要用啊嘛，但我就系要一个钟咋，好简单一个钟咋，一个钟仔就要求真系好简单，点解你唔俾我啊？好啦，再过咗一分钟嘅努力，我终于揾到一个似样啲嘅答案啦，就系 join 个 snaps。Snaps 嘅原理咧就系每秒钟写个 file 落个 hard disk， 跟住再喺 OBS 里面用 test source 冚翻入条 video 里面，咁咧都用得下嘅。今次到我个 game bar 打想 hea 住做直播，有时我哋打 Splatoon 2打三文鱼嘅时候，都会 hea 起地夹埋两个人条 live stream feed 放上 Twitch 嘅。咁两条 feed 就梗系有 delay 㗎嘛，咁咪要两边都 show 个时间出嚟去对钟咯。咁问题就嚟咯，佢同我讲佢系用 Mac 机嚟开 OBS 做 streaming 嘅，咁啊需要知道咧就系 Snaps 都系一个 Windows software 嚟噶嘛，你用 Mac 就梗系无缘啦。咁佢咧都系一只 IT 狗，内心都系一颗 Inventor View 嘅心魔。听佢讲啊，估都未估啊，就已经落手写个 Python script 去做啊，即系 while two process string f time sleep 1000嘅 friend 啦。咁听佢讲到呢个位，我都无名火起啊！我指嘅就系呢火 reinvent the view 嘅呢一团火啊！讲真，我都忍咗 Snaps 好耐噶啦，有几个问题啦。咁一来开 OBS 要跟手开咗个 software 有啲烦唔烦啲啊？二来佢系一个纯文字嘅，冇得整靓啲嘅。你 test source import 入去之后咧，你嗰个样就系嗰个样啦。你最多都系改一下一啲字型嘅啫。咁三来每秒钟写一个 file 落我个 SSD， 虽然实际上真系完全冇影响嘅，但个心始终都系有啲戚戚然，会唔会 low B 咗少少啊？呢个方法，我决定 reinvent the view。OBS Studio 咧有一个几无敌嘅功能嘅，叫做 Browser Shorts， 咁即系任何网页都可以 show 出嚟，跟住放入个 video 里边。咁必须知道咧，而家 HTML5 咧真系好神奇嘅，你睇紧呢条 YouTube 嘅 player 咧，都应该系 HTML5 噶啦。好多嘅手机 app 其实个底咪又系一个 web view， 跟住出翻嚟嘅咪又下边一个 HTML5。咁我第一日见到呢个 browser source 咧，就知道赢啦！今次系你啦，俾卡超 IP 都唔使 check 噶，即刻打开个 vim， 写个 HTML 放上 server。嗱，时间关系咧，呢碟餸已经蒸好咗啦，即刻示范俾大家睇点样去用。首先声明咧，就系乜都唔使装噶，你需要咧就只系 copy and paste 下边嗰条网址。跟住呢，我哋喺 OBS 里面啦，呢、这个 input 加好，跟住加一个 browser source， 就 paste 落去，拍 enter。咁因为呢、default 啲字系黑色嘅，所以我哋拉落少少睇。啊喂，有冇咁易啊？系咪想讲句喂 IT 狗，你嘅资讯真系好有用喎、啊？咁但系我都估到你下一句想讲啲咩啦。Times New Roman 再加埋黑底，会唔会肉酸咗少少啊？我都好 agree 啊。咁当然唔会停喺呢度啦。Trust me, I'm an engineer。double click 开放个 browser source， 咁喺个网址后面咧加句嘢，聪明嘅你就知道呢个就系改颜色同埋转埋字体啦。哇，靓咗十几倍啊！咁咧其实可以再靓啲嘅，你睇下再改一改。如果你都系一条 ID 狗嘅话咧，你一睇就知道呢个其实就系 CSS 嚟嘅。咁仲有几个 parameter 你都可以 tune 嘅，你可以 check 翻个 readme 啦，或者 source code 啦，再唔系你喺个 GitHub 上面 fork 埋都得。咁咧条 link 咧我就摆翻喺下面啦。
然后呢我都知道要照顾返啲凡人㗎啦，唔係个个都守得住 ISO 8601㗎嘛，你估个个都睇 HKCD 1179㗎咩。咁所以呢有一个 parameter 呢係俾你入返个 date format 嘅。个 script 呢本身就係用呢个 moment.js 去计呢个日志嘅。咁所以 formatting 嘅 spec 呢咁可以参考返佢网上面嘅 document 啦。啊你睇月日年啦搞掂食碗面啦。循例挖挖一下啦，用我呢一招你乜都唔使装，上到网就用到，唔会有嘢写落 hard disk， 唔使每次再开多个 software。咁啲曲呢我就放 MIT license， 你鍾意就随便拎随便 fork。如果有啲咩问题呢可以喺 Facebook page 搵我啦，或者下面 comment 啦。咁条片有用嘅话呢记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喎。